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叔善策 Project。今天带大家到台中市大甲区的蒋公路走走。蒋公路是台湾台中市大甲区的主要道路之一，位于大甲车站正前方。以妈祖绕境活动著名的大甲镇南宫即坐落于此。路名由来系纪念正式王朝将领蒋义安。为2009年所出版的《大甲镇志》，对此并无定论。大甲镇蒋公路在西元1810年成为大甲街，1827年名为大甲城前街，简称大甲城。西元1937年为站前路，西元1946年为十七番路等名。西元1946年，大甲镇公所民政科长周东成为大甲镇各道重新命名，并此路命名为蒋公路。为2009年出版之《大甲镇志》指出，地方人士与学者曾因是否指蒋中正，但又找不到有蒋姓曾在大甲有贡献者。因此并无定论。西元2004年，立委选举前，有候选人拟将路名更名为妈祖路，所引起的新闻风波。当时大甲户政事务所主任认为是纪念蒋渭水，另有其他说法认为是为感念300年前郑成功部下蒋义安驻扎大甲地区，避免原住民出草，努力开发，为民谋求福利，对中部地区有十分的贡献，才将大甲火车站前的站前路号名为蒋公路，让后人缅怀。当时蒋公路只有到顺天路段，今镇南宫前，直到1964年大甲都市道路计划开发，蒋公路段在开拓顺天路往西路段，也就是现今观光夜市，一直到金国路口段。来到台中海线，必访最具历史和代表性的夜市——大甲蒋公路观光夜市，又称大甲夜市，已有数十年历史，以美食与服务配件为主，含店面及摊贩合计超过100多个摊位，为中部地区、海线地区最大固定夜市，范围遍及外埔、后里、大安地区民众，又因临近大甲镇南宫，每逢农历三月妈祖绕境，夜市更是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。大甲蒋公路观光夜市摊贩集中区，从下午4点开始热络，一直到凌晨收摊。这里美食众多，100多公尺路段聚集百余摊特色小吃、饮品，而服饰配件也是价格平实，选择性众多。穿梭其中，满溢热腾腾的香美食香气和海鲜浓厚的人情味。老饕必访鸭肉面线，阿嬷手做的粉肠和在地50年的脆皮肉丸。另外，老街招牌的杨桃汁和鲜美香喷喷的蚵仔煎，都是不能错过的必吃名单。随着大甲著名地标镇南宫发展，闻名海内外的大甲妈祖，吸引广大信徒和旅客前来参拜，感受台湾海线独有的庙宇文化。一旁超过40多年的蒋公路观光夜市，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潮。而每年举办的大甲夜市街舞大赛已办理5届，其专业度及热络度让该赛事成为中部地区重要活动，不仅让消费者白天逛古迹参拜，晚上也能逛夜市吃美食看比赛。大甲观光夜市摊贩集中区位于台中市大甲交流道下，或走台一线，
客运可搭巨业客运、丰原客运、苗栗客运。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镜头的移动，一起散步吧。